又回来了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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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青红江黄道天正日，节日良时，金发心情，立万分鸟，天碧四果，奇花绣金，参鸟雕成，恭祝王爷及了尊神，神威显烈，鸟火兴旺，正神护法，圣神拢降，平日自由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众先神大德。南乐碧福，露营千祥，适合适乐，江子金素，天温随处皆祝你。农历九月十七日，青红宫翘首古道，青红宫主任委员郭先生，民务主委彭如峰，路主郭义正，总指挥郭金田，五星宫副总委员王永庭，城南里里长蔡炳辉。集主就是恭向五圣宫一礼尊神，行三敬拜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集票。
青龙江主任委员郭先栋，民务主任彭如峰，路主郭义正，总指挥郭金田，协同吴胜江副主任委员王永庭，城南里里长蔡炳辉，就职主持书恭向吴胜江王爷及刘义忠神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
太极宫，三极宫，内行。Thank you.